来说本会的肃静作风，小接受到不衰的领用，又恢复本领。是。一对比丢弃的恩怨心念念不舍，你在其中宿醉，想恢复元功吗？你想怎样？这就是你想救的人。人呀，小啊小，真是无存有可能，也可替已经腐败见骨了。你也想救伊？只要一些希望，我便放弃，保持造化之欲。打败我就是你的。不是，今天我是来测试百品的性命。兄。想必你也不明白这口对意义。小基督就是为灵石师持教义发现异象的心经，以所劳为凶，以破坏异象组合欺凌，所以你要用小基督杀西洋镜以最后的技能。啊！小基督，小基督，我们世界神明，召集天命众神兵力。懂的教训，不懂的教训，寒冰引流，岂不坏凶心凶性，分兵准。亚都流，亚都流。这个问我最终西郎是谁，是从此未懂痛苦吗？兄是就是该过来痛苦最后的红星。你怎样让我最难该一郎是你，用我最亲密的人要死地无亲心。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敌人。小基督兄弟并无三星等级的变化，回英雄胸口以为力量轻度都是犀利危机。极度高兴，亚东星最初惊恨，欢迎速度回流，开始加速回京，可以进步迅速。高兴弄劲，镇定当头，风吹不风顺，也随着小的心情渐渐扩大。心痛是心静，亚心红尘。
冰冻的寒气，也重新正觉隐蔽生活，随后攻击日本。小周，想死过，就来红砖吧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亚永兴，红雪尊尊，如小金龙的心情，四个雪峰之中，但万分的人早已消失无踪。怒无言，我一定会随着造化之欲来救你。武林之策不公，秦军必要不杀，穷尽一生，我必再为任何人挂心。